哦，拼凑怪物是多人的世界，所以我们要用拼凑怪物。要怎么拼？拼凑怪物。要50块，我们先想办法赚50块。50块。看看他怎么讲。接受。全家福只给折平，找个全家福。在哪里呀、啊？僵尸，找僵尸的手给他。僵尸手在哪？啊，护士也是那个、欸、僵尸样子。对啊，全部都是僵尸。为什么要僵尸手？嗯，后面有个发电机还是什么东西？这边在楼上。这个是不是也是要关发电机的那种？可是我看外面的铁丝网没有电呢、欸，没有这通里面有电。一台发电机。那可能是关监视器那一些东西吧。关监视器跟那个检查。嗯。汽油罐。棺材吗？棺材不能翻。点名，你，先去点名，先去点名喽。点的，为什么人不玩色彩？点名。真的好像小雨哦。对，我很可爱，我很聪明，我是小雨。你们这样子笑不行呐、是啊，是小雨没错，对呀、啊。你看，你也是笑很夸张的那个。有乞讨，僵尸的手了、小雨记得追，路过追记谁？得追谁？谁路过？追路谁路过是过？谁？那可能就是我们冰鸟喽。哎呦，还敢追谁呀、啊，冰鸟？换哪边？工作时间，这也可以去。阿尔娘，大嫂子，我又找不到路啦，冰鸟。有人又迷路啦！是这里吗，冰鸟？你先上二楼啊，上二楼你可能比较熟啊。嗯，真的吗？好像找到了啊，找到了！我来看看拼凑这怪物里要怎么做。在哪里呀、哦，好多哦！小鱼在哪里？跟你走。干嘛？不是右边，我要来陷害秋风的。哪边啊？啊？也是怪上物面，在哪里啊？不是不是，上面。上面。来，跟我走。你看到我？哎、欸。对。拼凑怪物是从教授最新的实验物品，只是啊，半这成里，品，躺在那下面监狱的哎呀，东南边。监狱东南边有个东西要去用，然后看一下哦。这头怪物肯定能够把碰见的人全部都吓跑，看守人会被吓得四处逃窜，猎犬也会，躲在阴影处哀嚎。嗯，典狱长会逃命啊，这些都是废话。这头怪物还缺少部分的零件才能够完成，另外。它还需要电流刺激才能够激活，可以借助避雷针从屋顶上打雷导入实验室，就这样。左边是这里针，避雷针要一个那个风向标跟两个电线吧，好像是。东南边实验室的东南边有一个怪人吧，应该有个半成品的。实验怪人，实验室东南边，在东南边呢。又要拿钥哦，匙，这个啊，找到了，制造的怪物，那个要两个人开门的。哦，我这边红色箭头，红色箭头这边，他来挡在外面了，
哦，这按着就好了。嗯，楼上。下楼，下楼，一楼。哦，这里是楼上。来了，这里。哦，我好像在说你在说哪里，我得去帮忙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所以我们现在是需要一些的，他缺什么？哦，就是刚好就是我们一条腿。要有腿，你们有人拿到腿吗？腿没有，我还在找手。好，出去。哎、欸、哎，你们怎么两个都是进去了？来来来，我拉门，我拉门，赶快赶快赶快。那哦，找到手了。你找到手了，在哪里、啊？哪里找到手？箱子突然之间找到手，所以是在箱子里面会翻到。哦，可是他说现在我们先缺条腿。可是我觉得我快迟到了，我快迟到了。还好啊，还有半个小时。不行，他就是要吃了。晚餐不能错过，右下右下。哦，不能错过晚餐，不能。哎呀，走开！我们要摸啊。对，我们要先违禁品。What the fuck？ 直接被走。你被腿是违禁品，上次的手算违禁品。哦哦哦哦！摸的时候没看是红色、绿色。嗯哼哼哼。自由时间了，好好好，我去躲起来。哦，对啊，监狱东南边有这个怪物，然后我们把它制造出来，再通电，这样就行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没有看到毕业证的那个啊，那个风向标。对啊，那个风向标。毕业证是会多少的、啊？避雷针。有电击棒。第三个吧。第三个，我看一下。好像是。我也没看到。我手留着吗？还是交给团团了解任务？哦，没有啊，六十家的右边最上面。60就是一个那个、啊、风向标加两个电线，我手要留着吗？手、so, ，你看可不可以拿去那边放啊？过来，放哪边？一楼，一楼。风向标是不是要上屋顶拿、啊、之类的？哦，感觉上就是要去屋顶拿的东西啊。真的吗？是我们要有办法上去吗？想办法去捡那个。哎，这边这边。等下进去哦，因为这个要花体力哦。对，按一，按一进去。哎呦，哎哎哎，哦，好好好，好你放，看会放上去，放不然就丢地上。不然你就把它放地上就。好，按右键，按住右键。哎呦，干那么吵！哎呦，好恶、喔，很恶，怎样手？这一只手，很像蒙多的手。我去看看，我去看看。八字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访客哟，看到了违禁品袋。啊，现在点名了。啊，点名楼下。嗯。嗯。点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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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名。点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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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名。然后明直接旁边睡觉。这边什么任务啊？所谓服装表，烂尿。放纸花，导弹弹。嗯。探视者套件。要上楼拿东西。特杰瑞，好、哦。那上楼又要做剪刀了。上楼我们可能要先做卡片，红色卡片，或是绿色卡片。嗯、啊！可恶，我们要上楼的话，要打警察喽。嗯，要找红色或是绿色的卡片。按按。你干嘛？这房间在楼上是不马桶。哦，那个是支线哦，所以不能用到主线任务、哦，所以那只手不能用。
然后说可以啊。他现在是说缺一条腿吗？我们先找到腿吧。对啊，先找到腿。可不可以把哈基的腿打掉？撞上去吗？掰一只腿来用。喵哈，来来来，找落单的找。找掰他们的腿吗？那你腿这边。哎，对。你他打到人，打到人了。他吗？泽平也上上线输。哎呦，你怎么掉头打我？来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他什么？红色红色钥匙，交给阿娥。哎、欸，阿娥，他变回人类了。哈？哈？啊！打我变回人，不能出来！我干、哦，怎么？今天巧克力棒交给巧克力。好、哦，可以帮交给巧克力，很合理啊。巧克力，他们就在这附近而已啊。说，然后我就一直拿，一直给，一直拿，一直给。诶、欸，怎么是打我？我要死了，我死了，哎呀，我死了！我身上有警察衣服，先拿走。拿你，拿你，拿！你看，好了，我拿了。好，我身上你没有东西。我去，猪塔水身上有是小雨。打架打架打架！早餐时间，早餐时间，吃早餐，早餐吃早餐。我放不下啊，先这样。接一下，接一下。早餐在哪？这个笑声哪里？下面的一楼的右下。来不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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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不到了。哦，哇，没吃到早餐，真假都吃不到了。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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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这里什么都没有，有吗？有有吃到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有有，没事哎、欸，哇哦，哇哦，压底线，两个压底线进去吃。不要追我！哦，要吃到了，要吃到了，真的，不要追我！又在追你。对啊，很奇怪、欸。他一直血淋淋的手在路上回。被提到一段工作时间呢、欸？哦、啊，工作时间我们这边吗？对啊，我拉挂了。哦，挺完名的。这里面有箱子哎、欸。这里面有没有衣柜？你们怎么啦？怎样啊？是哈基啊？你怎么一直被追着跑？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追我、啊。哦，脚脚脚脚脚在这里，脚脚脚脚脚脚找到脚了吗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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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来快出来快出来！好，先去装脚，先去装脚。走走走走，装脚去。我去看。哎、欸，干，金干芭比。？这里可以走。啊，我看到哈基死掉。好，我不要理他。看到一个恐怖。没看到，没看到。来来来，我想看脚丢在地上感觉。哎、欸，好，你先。得顺。哦。这颜色。啊，我太累了。再来嘞。有啊。哦，有有。然后是他的胳膊。走，直接把这个手拿去用可以吗？来来来，这可以吗？哇，不行啊！不行不行，好烦呢。再找吗？再找再找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没有放我出去啊。好好好，我没体力，我没办法拉，我没办法拉。可是我要进去耶，你进去干嘛？进来干嘛？我的手在里面啊！好、啊，你的手在里面了、啊。那我帮你按那钮，我帮你按钮，你放手。进、啊、来，进，拿一下手。打字哎、欸！哦，救我！可以啊。啊，出来了。进去洗个澡。二天啊！投降哦，投降！哎、欸，你怎么有动作啊？玩到 F4哦，然后你就被搬走了。紧闭，被自杀哦，这么棒！哎，帅！对啊，然后你就被抓走。团团，你在哪里？算了，拿着。哇，这个！哎、欸，他哇！每次有跳那个讯息，他有内建的那些对话，我直接
削土豆哎、欸啊！你怎么了？刚、啊、我不是就突然死掉？因为你刚刚是按到我投降啊。对啊，你削土豆，削土豆了。好猛哦、喔！跟我抢土豆啊！好猛啊！土豆王子。哎、欸，来二，要来二楼。怎样？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。什么神奇的东西？二楼锻炼完，锻炼完，锻炼完。那跟我走。等下需要稿子。稿子。对。稿。来来，我在锻炼锻炼的左边。我好像可以。好了，哈基不要再跑了啦！来来来，我去看他。不要浪费体力，不要浪费体力。看好东西，我去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你去哪？左边，左边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东西，走，跟我走。哪一个啊？哪一个啊？小雨啊，长得像小雨的啦。哦，最前面的没戴帽子的。假发。没戴帽子的。小雨，真小雨。看这个。看。哎，已经挖开了。对。然后右边有洞。右边的洞是什么啊？我没有进去啊，我不知道。那个洞不知道是什么。可是感觉直接到楼下，楼下是什么？你们站，你站那个位置，等一下我下去看看。好好好，去找了。淋浴的，我们先去淋浴。我看一下啊、哦，阿信，等一下啊、哦。那个位置下面的话，啊，你以为违禁品？我还没给团团、啊。阿信，你那个位置下来是直接可以进来的地方？进哪里？好像是一个办公室，是谁啊？没有啊，我在想有没有通风管、啊，没关系，那这边给我挖。先去洗澡，先去洗澡。洗完了，洗完了。我要再洗澡，造成骚动。二楼吗？二楼。老大骚动，谁嘞？啊，杰瑞。所以你要做稿子吗？我可以帮你做那个手法。好啊。Okay. 缺撬棍。撬棍，帮我撬棍。撬棍，